陈意涵、赵又廷出席发廊店开幕满周年庆祝活动，其中陈意涵的发型师男友 Tom 就是经营者之一，连主持人也忍不住一直猛亏他。发型师对于艺人来说，除了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让这个艺人有很放心的感觉之外，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存在感吗？就玩伴啊，玩伴。很重要重点，所以你都跟发型师玩什么呢？要不要透露给我们知道一下？所以大发问一下，你喜欢这个发型师比较硬还是比较软？我是说耳根子。我觉得要很极端，要不你就超硬，要不你就很软。那你就是很硬，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什么都不能说，要不就是好，你要怎么样我都随你，但你不能不硬不软，介于中间，就一下就是，哎，好像你这样也可以，一下又好像可以沟通一下，又好像没办法沟通，这种就不行，所以要很极端。我觉得男生帮忙洗头跟吹头发，我不晓得，就我从小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舒服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讨厌洗头的人，就如果不工作我可以三天不洗头，但如果有人可以愿意帮我洗头跟吹头发的话，我就会觉得省了一个很大的烦恼。但如果还有人愿意帮我洗澡的话，以后可能也会更方便一点，对我的生活来说。你是有多大牌？就是只要回家之后，就你知道，好像躺在就会有那种洗脱烘一次来这样。有人帮你洗澡过吗？没有，我觉得可能老一点的话，看护会帮我吧。赵又廷近日长期在中国拍戏，这讲话的腔调好像有点改变了。被台湾腔格格陈意涵开玩笑，你卷舌是不是有点过头了？你觉得我的腔调有没有不一样？你好像卷舌卷得有点过头。卷舌卷得还好啦，刚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但后来就还好。可能我反正也大家都知道，最近就拍的比较多一些内地那边的电影嘛。他们对台词的要求就很严格，所以我自己也想要，希望观众看的时候不要出那个怎么讲，出戏。你看他中文其实就把加拿大来的，所以他怎么讲什么腔调他自己也不知道。尽量去调整自己，然后最后现在可能有点回不来吧。会不会觉得腔调一直被攻击，好像卷不卷舌都会被人家说话这样？那。对，但是你看这么多人嘛，也没有办法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目前还是觉得你自己演戏舒服自在为主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大家真的不喜欢某一些我们讲话方式什么的话，那可能他们会真的会选择后期配音什么再说。但我觉得身为演员的我们都不希望被配音，因为被配音其实是会对表演上对我们的诠释来说会失去掉很多我们本来想要的东西，所以还是尽量的在我们舒服又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之中选择就是最好的方式吧。哇，你有新闻网采访报道。对，所以右边再看一下。